起来吧，大王有令，让你等回宫。芈戎由回宫侍候，入住云梦台。芈月进高堂台给舒公主作伴。我思量你虽然不通琴棋书画，但粗活应当不错。以后记着，日日把这大殿的台阶给我清洗干净，然后拔草扫院子。 再有功夫就要悉心照顾舒公主的起居，也算是物尽其用。玉儿，这擦地的活姑姑帮你干。回宫进行这么坏呀？才几日就忘了那顿账责了？姑姑，你带蓉儿回去吧。 这点活我干得了。月公主，在奴婢这儿可别想偷奸耍滑，好好干活吧。回去吧。韦后，舒公主戴这只金簪如何？那这只呢？好了，今日习练少司命祭舞，时辰都要到了。 哪个不一样啊？就他吧，快点儿，随他吧。月儿，月儿，姐姐。 跟我走吧，去哪儿啊？管他哪里，走就是了。快，走。月公主，台阶擦干净了吗？已经很干净了。可上面明明还没擦。我说干净就干净了。舒公主，威后有旨，月公主不需要习练祭舞。那母后也没有下旨说，月妹妹不许看本公主习练祭舞吧？走。 二位公主辛苦了。舒公主，这支少司命祭舞您习练的不够。此舞中要有手捏兰花的优雅，舒公主似有所不及。此舞却不是舒儿所长。舒公主的不及在于习练的不够，殷公主的不及却在于习练的过于刻意。我哪里跳的不好了？难道习练多了也是错吗？ 公主们天生娇贵，生儿自有俸禄才艺。若论习练琴棋书画、礼乐骑射，乃至于女工厨艺、当家理政，是为了陶冶情操、增广见识，不至于五谷不分、四体不勤、雅俗不变、遇事不知。所以，让公主们习练的宗旨是什么呢？ 叶儿，他知道。他知道什么呀？诗书都没读过几句。你说。
我想，既然让公主们练习琴棋书画，只是为了陶冶情操，增广见识，那宗旨便在于广，而不在于精了。月公主所言极是，若论厨艺，无不如庖丁。若论女工，无不如缝人；若论歌舞，更是怎么也经不过那些方士的歌舞伎们。但是学了这些，我们可以鉴赏，可以评点。殷公主，您过于醉心这些墨道，未免买椟还珠。正身未悦，原也不是君子所好。哼，巧言令色，什么女士，根本就是个马屁精，只会奉承狄公主。舒公主做什么都是楷模，舒公主跳得不好也自会得其精髓，我明明比她好过很多，却成了买椟还珠了。公主，此事脚下，贱婢为何把本公主引到坑里？婢子并没有。还敢多嘴？殷姐姐不必使气，没有跌伤便好。跌不跌伤是本公主自己的事儿，可笑的是如今出身微贱之辈也都来冒充公主，还到处称姐道妹。殷姐姐不是未老先衰，目力苦短吧？这长廊平坦，本无坑洼，你怎么就能看出坑来了呢？所以看人低矮猥琐也不足为怪了。你月儿，姐姐，你们这儿好热闹啊，何事如此有趣？月儿听说殷姐姐近来贵体欠安，经常耳聋眼花，有病切勿耽搁，要找御医及早医治才是。月儿，杨丽台那边好热闹，陪我过去看看吧。看什么？你竟不知，今日判公大比，五笔在郊外，文笔就在杨灵台呀。有文笔，还有五笔。嗯，甚好。鱼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。算了吧，这会儿要去郊外，太阳都要偏西了，还看什么五笔呀？陪我去杨灵台吧，走吧。走。哼，公主，是否即刻回宫？多嘴！我也去杨灵台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快那边啊！是那边吗？就是那边，来吧！哎呀，好多人呢！是啊，他们都来参加今日的文笔啊，个个都是气宇不凡呢。今日啊，真可谓是人才荟萃呢。嗯，哎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真是啊！是啊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让我看看那个美少年是谁啊？我知道那个呀，是唐乐。那个就是写张台赋的唐乐呀。听说他和宋玉、锦钗三人被称为继屈子之后年轻一代的三大才子呢。是吗？哪个？我看看。舒妹妹，你看后面那个更是气质不凡。是穿黄衣服那个吗？不是，第四个红衣服那个。哦，那个我知道，那个就是写大昭之赋的锦钗。原来大昭之赋是他写的。辞藻华丽，读来倒也唇齿余香，只是过于米粒了。其实大昭之赋不算什么，最厉害的是屈子新收的徒弟宋玉，据说能歌能赋，而且长相还格外俊美呢。哎，你看锦钗后面那个就是宋玉，看见了吗？还真是好模样，但愿内外皆是一般的锦绣。我看这场上的公子们都是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。可不是，我们大楚人杰地灵呢。就是啊。爱妃春心动意。大王，你拿臣妾打趣。知好色而目上爱，男女皆是无分彼此，更何况是食色性也，爱妃无需害羞。大王真坏。男后是后宫楷模，理应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言。
母后教训的是，但臣妾是为宫中的那些公主们做打算呢。此话怎讲？宫中的公主们大多已行家姬之礼，故见君子云胡不喜。只是不知道，这里面哪一位才是舒妹妹的君子啊？舒儿的君子怎会在这群人里？舒儿是嫡公主，将来必要嫁给一个国君的。听说这次五国使臣都要到郢都来，就是要跟我们楚国联姻的。大王，今日比文第一场，公子歇对公子乐，题目不学诗无以言。刚刚出场的那个世子是谁啊？可是东向而立之人。嗯，正是。那是当今才俊黄歇，太子的伴读，众世子中的佼佼者。孔子作诗300，分风雅颂三部，其中国风160篇，是学习各国语言和风俗的起步。行走列国，若是语言不通，以国风诗篇交流已成常例。所以说，不学诗无以言，便是如此。公子乐所言甚是，只是黄歇有一事不明。既然国风是诗中重中之重，为何列国习诗都先习颂？我觉得王公子越是没成高头，谈论也不错呀。习诗之所以先习颂，颂乃宗庙之礼。习颂之时，习礼仪，通音乐，做人以礼行天下。然后再是学雅，通晓周天子历代之功业，而知王朝兴废。更要紧的是，雅言是周成所用的语言，也是列国通用的官方语言。此后再学列国之风俗和语言，这便是习国风了。这样便可以点及面，一通百通。今日要论清新俊逸，品貌非凡，非他莫属。我觉得月儿适才还说因姐姐耳聋眼花，此话可见有误啊。舒妹妹，好啦，我只听说黄歇文笔风流，潇洒倜傥，而且不光屈子推崇他，就连宫中的大臣们都很看重他的文才。屈子不在，这赛场上抢风头的尽是他的弟子。他在与不在有何区别？屈子游历五国，正在到处游说诸侯们搞合纵呢。现在楚国里没有人比他的风头更近了。依黄公子之言，这风雅颂的次第应该为颂在前，雅为后，风更次之。错，风以感发人之良心也。人心正而后有政论，风在前，雅在后，朋友正而后君臣正，故大雅次小雅，君德正而后成功，故颂次大雅。所以诗300篇中，雅颂皆起于风而次于风。哎呀，黄公子真是有学问啊。果然，百闻不如一见。今日比文，高手如云。月儿，依你之见，今日花落谁家啊？我不知道。黄公子人中翘楚，因而看，今日赢者，非他莫属。你那么稀罕他，我怎么就没觉出他的好呢？黄公子言之有理。但在下仍有一事不明，这从古至今，学子们为诗言志还是诗言情而争论不休，不知黄公子有何高见？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，情动于中而行于言，言不足故嗟叹之，情即为志，志即为情，情志不可分家。受教。太厉害了，真厉害！黄公子果然学识渊博。就是啊。小人孟浪多有得罪。不知公子正在洗练软鞭，米音打扰了。
本公主刚刚在这丢了个香囊，你可否看到？鄙人正打算离去，未见到公主的香囊。公子面熟，敢问姓名？在下太子伴读黄歇。啊，原来是公子歇。前日判公文笔，你一举夺魁，据说那些什么宋玉、锦钗、唐乐都输得心服口服呢。总算不负屈夫子教诲。只是不负屈夫子吗？还有大王的主望。除了大王呢？你也算没有辜负本公主的厚望。赛前我曾与人打赌，说你必赢。承蒙公主教诲。林公主，林公主，公主让婢子好找啊。我又没聋，叫回事的喊我做什么？本公主的香囊丢了，你快去别处寻寻。是这个吗？公主，您不是一直让婢子帮您拿着吗？黄歇先告辞了。公主，您是在训斥灵儿吗？你也配。姑姑，奎姑，姑姑，月儿，姑姑，月儿，我想死奎姑了。月儿好像变白了，但是瘦了。姑姑可好？好，姑姑再好也比不上你们了。快坐。眼看着你们一天天长大，连蓉儿、小冉都变成翩翩公子，仪表堂堂了。蓉儿呢？出去了，跟几个公子去郊外骑马了。小冉呢？在郑伯那里可安分？听说读书不大用心，但极喜爱舞刀弄枪的。男孩嘛，喜欢刀剑也是情理之中，让奎姑操心了。这是我偷空做的一些针线，拿去给郑伯，到集市里多少能换些银两补贴家用。奎姑，你看看。你在威后那儿受尽苛责刁难，还要想办法接济两个弟弟。玉儿这针线是越做越好了。姑姑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不碍事的，已经有些日子了。看什么呀，眼前都是雾蒙蒙的，大概是快入夏了，暑热闹的，一立秋就好了。我看看。姑姑，这是翳，是眼疾，你的眼睛里长翳了。人老了，不中用了。姑姑，你这是积劳成疾，是给累的。宫里常年克扣陵园的钱粮用度，若不是姑姑，夜夜苦熬做针线出售，我和我的两个弟弟，早就被冻死饿死了。不必如此惊慌。姑姑的眼睛自己心里有数，不熬到你和两个弟弟长大成人是不会瞎的。姑姑你放心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治好你的眼睛。几日不见，公子用鞭抛石的技艺又有所精进。精进什么呀？跟师父比，只有惭愧。急什么？总有一日徒儿会超过师父。哎，你看这鞭如何？我看这手艺，像是宫中最好的工匠所为。男儿所用的大鞭都较为粗壮。这条鞭子看起来似乎略略轻巧了些。
轻巧了吗？那正好送给月儿用，月儿挥鞭如流星闪过，此鞭就叫流星鞭吧。男子持鞭也有大小长短之分，大的强悍，小的轻便，公子这支鞭做随身之物也很好啊。那这样吧，月儿替我先存放几日如何？适才我见你在地上寻寻觅觅，不知你在寻觅些什么？魁梧换了眼疾，女医治曾告诉我，野菊金银花护肝明目，我已然采集煎汤给魁梧饮用，可昨日又得一秘方，说黄连清热解毒，泻火燥湿，若能将新鲜黄连的根茎碾碎敷于眼疾处，效果极佳。可我寻遍宫内外，却找不到一株黄连。楚国虽产黄连，可是都长在高山峻岭之处，若要在这郢都寻到一株黄连，恐怕是难了。有一个地方，或许可以试试。哪儿？走。你老牵着他干什么呀？带宝官出去溜溜，别老戳在我眼前。是。夫人，怎么样？打听到了吗？大王去哪儿了？大王在魏后那里用的晚膳，原本要来咱们兰桂台的，但魏后说赵姬怀孕多日不适，硬是逼着大王去了赵姬处。昨日大王就去了赵姬处，今日又去，也不知道魏后收了赵姬那个小贱人多少好处孝敬，天天袒护他，处处与我作对。去差人告诉大王，说公子兰病了，我看他来不来。是。你真以为这有黄连？大王宠幸正秀，前不久让人出去搜集了许多郢都很少见的花草，都移种在这里，据说不乏药材，咱们可以试试。去看看。走。你看看这园子里多少难得一见的兰花香草，可惜郑秀是个俗人，这些花栽在这儿真是白糟蹋了。夫人，魏后来了。怎么搞的？大王没来他却来。服务。是。拜见威后。拜见威后。我听说公子兰病了，难道南后也病了？南后连日照顾公子，衣不解带，目不交睫，心力交瘁。身为后宫嫔妃，就算儿女有疾，也要衣着鲜洁整齐，不可任意放纵，不顾妇容。母后教训的是，前几日母后教训臣妾，让臣妾动不轻狂，笑不露齿，衣着简朴，臣妾就是按照母后的意思做的。我说的是这意思吗？大王到。拜见大王。母后。大王，子兰病了，臣妾只顾悉心照顾孩子，蓬头垢面，实在有损嫔妃的身份，请大王恕罪。爱妃快快请起。大王，看着爱妃如此辛苦，寡人很是心痛。是谁说爱妃有罪啊？何罪之有？母后正在教训臣妾，是臣妾的不对。后宫佳丽众多，大王这等疼法只怕是疼不过来吧。母后教训的对，本来听说大王要在赵姬处留宿，让大王这样匆匆赶来，臣妾
臣妾的罪过就更大了。紫兰到底病得如何？刚才让太医看过，紫兰体弱，容易积食，需要时时小心照料。带寡人看看去。大王，请跟我来。瞧，水会五味子，他浑身是宝，能祛风活脉，调气止痛，清肝明目，果子成熟后还香甜无比。既然如此之好，咱们就带回去给魁姑，这也算物尽其用。好啊，摘下来，我去那边看看。月儿，快来！黄莲，这叫梨，也叫野灰菜，可以做汤，可以烹菜。尽管它的叶子和黄莲极为相像，但味道却是很鲜美的。月儿知道的真多。也许今日咱们白来了。再找找。有了有了，黄莲，这就是黄莲，快把根挖出来。大胆黄歇，你身为太子的伴读，竟然做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。你若真的偷鸡摸狗也好，为何把园子搞得一塌糊涂？我倒想听听你的理由。是黄歇做的就是黄歇做的，没有理由。你也是知书达理之人，难不成跟我这园子有仇，跟我的宝官有仇？哎呀，黄歇啊，你要是这般死硬，就不要怪寡人对你不客气了。来人。大王，有人来投案自首，说大王抓错了人犯。什么？投案自首？带他进来。是。月儿，你来做什么？今晚发生的一切都是芈月所为，望大王威后南后责罚芈月，不要错怪黄公子。不要听芈月胡说，此事是黄歇一人所为，与芈月无关。狗是我打的，花草是我踩烂的，你是一边看热闹的。侍卫抓住的是我，谁看见你做了？好了，我心里有数了。黄公子是出了名的谦谦君子，将这糟蹋花草打狗之事由他一人承揽，说什么我都不信。芈月向来刁蛮无礼，这倒是像他的做派。这件事情既然已经有人招供，也算是有了眉目。至于怎么处置，芈月是罪魁祸首，从陵园回宫才多少时日，就将后宫搅得鸡犬不宁。大王要以一儆百，严惩不贷，以免他带坏了后宫的公子公主们。至于那黄歇受人蛊惑，不懂礼法，也该给他点教训。母后所言极是。大王，敢问大王，这兰桂台是何人的寝宫啊？爱妃，你这是说笑呢？这兰桂台自然是爱妃你的寝宫啊。
那大王为什么不问问臣妾该如何处置闯入自己寝宫的人呢？好好好，那我倒要问问你想要如何处罚这闯入你寝宫的人呢？月妹妹，你这淘气也淘得太过分了。我与你打赌，说你能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闯入我的后花园摘我花草。我说不信，你不仅动真格的，还找来黄公子做帮手。然后，你闯了这么大的祸，看我怎么罚你。芈月任性不懂事，任凭南后姐姐打骂。大王，你看看你这妹妹，娇嫩的跟朵花似的，我哪舍得打她骂她呀。你呀、啊、你。你俩怎么还不起来？真打算在我这跪一夜呀？此事不能就这么了结了，以后后宫还有没有规矩王法了？母后，这都是自家人，这规矩王法不都是大王一句话吗？大王，你得给臣妾做主，我要芈月和黄公子给我的宝官赔不是。好好好，那个芈月、黄歇一会儿给宝官赔不是。大王，大王，这园子是爱妃的，宝官也是爱妃的，您说这事儿该如何了啊？这个园子是爱妃的园子，宝官也是爱妃的宝官，这件事情自然是爱妃说怎么了那就怎么了了。谢大王。不成体统。外面天黑路滑，请母后慢走。哎呀，你这个蜜罐子，你们俩还处在这儿干什么？还不赶紧下去？谢大王，谢大王，谢谢大王。那我倒要看看你要怎么谢我呢。等我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怎么没出去啊？站住，你俩与我说实话，这黑灯瞎火的到我的园子里究竟干什么来了？芈月有一至亲病了，需要一味草药，正巧这草药长在了南后的园子里。哼，又是草药，你芈月真当自己是扁鹊在世呢？南后宽宏大量。我才不宽宏大量呢，我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幸亏我的宝官生得不重，否则你们……谢南后，谢南后，你俩给我记住了，今日之后，你们可是欠着我的，自求多福吧。母后还在为昨日的事情苦恼吗？区区小事就不要再生气了。今日我叫你来，是听说五国使臣不久要到郢都，商议与楚国联姻之事。几个公主都到了出嫁的年纪，尤其是舒儿，她是你的亲妹妹，我们更应该为她早做些筹划。母后放心，舒儿的婚事，寡人从不敢掉以轻心。舒儿是我大楚的嫡公主，在寡人看来，想觅得佳婿并不难。在这几国当中，韩国的韩侯已婚，齐国齐王年老而齐太子尚幼，都不合适。或许燕国的太子哙、魏国的太子赤，还有赵国的赵侯雍，可以斟酌取舍。燕国太远且暗弱，魏国在走下坡路，而且求婚的是太子，都不如直接嫁给诸侯王最为有利。说起来，赵侯雍是最好的备选。他15岁继位，如今20多岁，且赵国都城邯郸又是出了名的繁华绮丽。寡人也听闻，这个赵侯雍胸怀大志，才智惊人，在列国当中倾慕他的公主不在少数。当然，他们要想与舒儿比，那就是烛火之光与日月争辉了。再者说，列国之中我楚国最强，试问有哪一国的国君太子不想娶我楚国的嫡公主为王后呢？还有几个刚行过家姬之礼的公主，我也有所打算。愿闻其详。公主芈音乖巧伶俐，平日在宫中对我也是恭敬顺从，
或许可以嫁给魏太子赤、燕太子快。母后所言在理。那其他几个公主呢？寡人记得有个公主叫米京。哦，还有昨晚闯祸的那个米月。米京倒也罢了，至于那个米月，她是应生的女儿，将来也只能做应，做个陪嫁。晴儿，去外面把月儿给我叫进来。是，月儿，快来。你看，为何你绣的香草呼之欲出，能引来蝴蝶？可是我绣的花儿垂头丧气，愁苦不堪，气死人了。天下哪有长在丝绢上的花朵？若想绣花，先与花作伴。舒姐姐该多在园子里走走，心里沾上了花草的灵气，绣在丝绢上又有何难处？可是母后最不喜欢我出去了。哪像你，十条绳子都拘不住。哎，昨日晚上我去你房中找你，你房中无人，偷偷溜到哪儿去了？自然不会告诉你。不告诉我算了。让你不告诉我，让你不告诉我，快告诉我，告诉我，快了你了，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？就是公主。是公主，刚才我从威后的屋前经过，听到威后在和大王商议公主们的婚事。说了什么？说是列国的使者们马上要到郢都来，向公主们提亲。哦，还有呢？还说了有一个叫什么强秦，是秦国。哦，那就是秦国吧。据说秦军营寺的王后都过世一年了，一直为难新宠，所以也有可能来求婚。有人与我提起过秦国，说那里的人粗蛮彪悍，一个个茹毛饮血，可怕极了。哦，还有西北的烈风，绝对不是我们楚国女子能忍受得了的。我听到的秦国可不是这样的。我听说秦人个个身形魁梧高大，英勇善战。那你嫁到秦国就好了。那说不定将来我们俩一块嫁过去了。只愿与你朝朝。
丝再相扶，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，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。